这都复习阶段了，还要跑操？没办法，高考也是需要体力的嘛。不过话说，这怎么都是林川在带的跑操呀？我不知道，他也没跟我说。连你都没说，这老明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？以后没有哥哥的校园生活，简直暗淡无光。偌大的娱乐圈，我要粉谁呀？ 行了，你可。严总，他只是单纯的在跟别人聊天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别生气。别生气，我不生气，我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对，你没生气。 没生气，没生气啊！哎，不过话说，李贺也是奇怪，这都三天了，怎么都让林川带着跑操，他自己一个人训练，为啥呀？算了，不想了。班长，拉伸完了吗？去拿卷子吧。好，坐。哎，云总，你怎么了？是吧？ 袁总，袁小溪，袁总，去医务室。袁总，袁总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呀？哎，我怎么来的呀？你忘了吗？是雨神把你抱过来的。 雨神，对啊，不然我一个人怎么抱动你啊？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儿了。没事吗？嗯。校医说你可能最近是太累了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哦，对，难怪你午饭吃的很少。哎，我真没事儿，我肯定就是刚才一下子起猛了。走吧，回去吧。